爸，我的要求也并不高，咱们也不是说我也啥也没有，就一个人儿，轻手轻脚的，反正是负担就是我一个月交这6000块钱保险，交6000，嗯，一年交这交几年的？交19年，交19年以后这钱给返回来。我交5年了，我50交的。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，大开眼界啊！咱不能因为自个家里穷，就要求别人让自己富起来啊！大妈一个月生活费200不到，却一伸手就要1年6000，一共8万块，不是自个的钱，是真不心疼啊！你好，大哥。你好。怎么样，找的准不准？二月打行就来了。哦。不还摆这么整齐呀？整啥？风吹的啊，干了好。晒干了好烧。都是那个三捡。你是个利索人是不是啊？利索啥呀？整什么了？我看挺板正的，整啥？这小园收拾也挺干净的。超市吧。房子新盖的是吧？嗯，涂料都是自个刷的。颜色挺漂亮。漂亮啥的？刷好几，这是2015年刷的。连那后边的台阶都有砖砌。是吗？那你这一般活啥都会干哈？当然，那这砖都我自个刷。那酸菜呀？嗯，是个呀。你挺厉害呀，大哥。是。哎，我自个啥都得干，我啥都会，缝被子都得我合也能。缝被会也会呀，也会啊。那铺平了就缝了。这动手能力挺强的哈。天空一声巨响，咱大爷闪亮登场，真是刘备编草鞋，手艺高啊。谁说咱农村单身老汉只会抽烟枪啊？大爷真可谓是生活的典范了啊！上的厅堂，下的厨房，啥样式的活都难不倒人家。大到拎锄头，下地小到针线活，人家都是全部能够拿捏。就连腌咸菜也是杠杠的。我们家里有病之后，这几年也不种。啊、哦，他是啥病、啊？他住院，嗯、住1年多院。哦，啥病啊？他是卵巢癌。哦，嗯，完你自己照顾。没有其他人，我就是这一个孩子。我们这孩子出意外过来，出一车祸没事。一六年一月份，完了我们家里是2017年8月份就有病，也是上一股火。上火是吧？那是有关。那当时给你跟老伴儿打击可不小。嗯呐。孩子这事儿，对我们打击太大了。因为啥这么说呀？这不是说有病了，说是没看好，那没招。对。这是意外事故。嗯。突然间就是我乱尿的人说事儿就没了，就打击他。再说那年我们还说事儿才26。哎呀，那么小啊。那我就是那时候搁地里头干个活，有时候我心心还挺累。过去的事儿不寻思了。大爷已是直接厨房里的案板，尝过爱情的甜，吃过爱情的苦。前妻本来就身患癌症命不久矣，本来家里的日子就够难过了，没想到又出了车祸，突然撒手人寰。老天爷的玩笑是一个接一个，麻绳总挑细处断，厄运总找苦命人。大爷的人都还在地里抡锄头，为以后的未来生活谋发展呢，没想到媳妇就抛下自个先走一步，活蹦乱跳的人说没就没了，任谁也遭不住这样式的打击啊。冬天不冷骚呗。啊，你这屋没有暖气，姐是不是？嗯，就靠这炕取暖。炕取暖。哎呀，现在是冰凉，烧一会儿就热，我早上烧一会儿就能热乎。你一会儿就热。嗯，那热乎也不能多暖和是吧？15-16度啊。屋里头我没事，我就进被窝了，盖上被了，啊，躺着，完了看会儿手机，嗯，困了就睡。你这漏雨啊，这棚顶不漏啊？不是漏，那咋定的塑料布呢？冬天有点反霜性的。嗯，就感觉冻脸。咋没租个楼呢？插件也行啊。哎呀，没租，差不多价位，钱也多呀。我这舍不得，挣的少。嗯，你再去了租楼的，你更不剩钱。天空两声巨响，咱大妈闪亮登场，真是黄连树上挂苦胆，一个更比一个苦啊。大妈的屋子仅够容纳一个床外，连一个独立的卫生间都没有，别说洗澡就是上厕所都发难啊。屋顶的头上还套了一层塑料膜，一问才知道是防雨防结霜的。大妈的日子可真称得上家徒四壁了，看来又是一个生活的苦命人啊。先来的，我来以后我不回去了，完了他才来。要他不乐来，是吧？嗯，那后来咋分了呢？我俩一直就是打着闹着过来的，嗯、就是为了孩子没分。有啥打的呀？你说没啥打的，一天总是记个，他总是嫌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嗯、你咋干也不行。
有一点不对，那你就吃搭的，啊，也能常事儿。对咱咋样？反正我要是不吱声那地儿了，吱声就吵吵。他骂你行，你要骂他就打你，可不讲理了。我也不跟他硬着整，你打不过他呀，你说还吃亏儿。但是就吵一辈子过来。哎呀，嗯呐，是啊，这一辈子，哎呀妈，都伤透透的心了。不对付了，我硬着个儿过，那多不容易啊！一个人过日子，可是呗，现在一年比年岁大了，也是不容易。大妈也是长江里的石头，经历过大风大浪。说起一个人的生活，大妈做的是早点生意，每天凌晨12点就开始起床和面，一个的麻花、油条、大馒头就成大妈的命。自己和前夫过了几十年，除了新婚当天，其余时间再也没有饿过。前夫对自己是又打又骂，要不是有孩子在中间夹着，这个家是一分一秒都不愿意多待。忍得了一时，忍不了一世。大妈是终于开口，让自个获得了解脱。他人咋样？老好了啊！好，是说没有是吗？哎啊，不耍钱，不喝酒啊，嗯呐，喝一点点。脾气好吗？好，好哈。嗯，还有啥优点呢？人家条件也不错呀。嗯，条件挺好的。是不是人家条件大方啊？嗯，挺好，能干吧？能干，是说没有啊，就是人挺随和的哈。对，大姐，你听没听着刚才我问这个王大哥家那邻居啊？嗯，听着了，听着了。虽然没见着面呢，嗯，对大哥有没有一个印象？嗯，还行啊。嗯，还行。能不能像大姐说的那样？能。到了，嗯，他家就在这儿住走。嗯。大姐，你看没看出来大哥是不是个利索人？嗯，看出来了。家里这柴火，摞得板板正正的。嗯，过日子没问题。嗯，啊，我妈就行。走，姐。大哥，我们来了。真是司马懿扶诸葛，甘拜下风啊！刚到了大理的仁村门口，迎面就撞上了邻居大婶。一听说隔壁老王上台相亲，也是过年的嘴嘛，净说好话，里里外外把大爷给夸了个遍，直言大爷不耍钱，不喝大酒，脾气相当好，都要把人家夸成一朵花了。瞅着言语中的意思，要不是自个已经嫁为人妻，恨不得马上跟着大爷娶过日子啊。进屋住啊，走，咱进屋，在这屋边。嗯，还行，还行，嗯，挺好的，过日子人就是。啊，挺好，挺本分的。啊，第一印象就能看出来这是过日子人呀。那个不。啊，本哪看出来的呀？就是一举一动啥的，他就是挺根本的人的。嗯嗯。不像你说摇头尾巴晃的，吹吹哄哄啥的。嗯。觉得挺好，挺实在。嗯，挺实在人，过日子不用操啥心。嗯嗯。然后一看这家就能看出来。对对对。第一印象咋样啊？一般啊，一般一般呐，哪个一般？个头还松，个头肿，嗯，长得咋样啊？长得还一般，也是没细看，大姐可好，可耐看的。哦，但大姐五官长得好看啊，你不觉得挺富态的吗？啊，大哥，嗯，你行。咱看这么亲事也是铁头戴了钢帽子，保险的很啊。大妈一见面就直呼印象不错，只看了人家一眼就觉得大爷他是本分，是过日子的人，绝对不会话说柳说油嘴滑舌的。但是再瞅瞅大爷那头的想法，却是直呼印象一般，没有眼缘。红娘还试图说好话打圆场，但大爷貌似是一点面子不想给啊。都说男追女隔座山，女追男隔层纱，那人家稍微一出手，还不是分分钟把大爷治得服服帖帖，那就看大妈如何扳回一城了。我这嫁岗得自个儿交社保，人单位不管了，解除劳动关系。个儿交15年呢？我退休缴税29年呢。现在都交27年了。嗯，现在26年半了。啊，318个月。我过家反正没啥能事，但是我也不败家，但是我比较勤俭。嗯，看是家里啥都可像样了呢。不说去啥我不糊弄，嗯，该买啥都置办的可齐了。我这有啥说啥。嗯，我带有2年多也开支了。啊，大哥也朴朴实实的啊，嗯，是过日子人，到家就能看出来是过日子人。嗯嗯，大哥说缝被都会呢。行，现在。没啥收入，反正就是地包了俩钱，国家给我俩钱，反正就是花不多少，花不多少。
也得个不花不花也得个300-400块钱。对，那挺省的呀，一个月挣300-400啊。自己种点小园儿，也花不多少。种点园，我们闲没事，农村不烧火炕吗？我上山捡点柴火，捡点柴。没啥额外的花销哈。没啥额外花销。真是城墙上的守卫高手啊！大爷一个月水电费加上吃喝玩乐，一个月满打满算连500块都不到。就算是吃的再清淡简单，但可一点不妨碍人家长了180的个子。一个月都节俭到这个地步了，但大爷还是打心底的不满足。为了省点电，大爷每天就上山拾柴，对自己抠搜的程度，就是周扒皮听了都得亲自拜访啊。节俭吧，我比他还节俭。我一个月基本不花啥钱，因为我有200块钱够了。哎呀，你也这样啊？我就吃点饭呗，我中午还搁厂子吃，就早上搁家吃点。所以你不觉得惊讶？没有，没惊讶。我不惊讶。我比他还仔细呢。不是，我个儿该仔细仔细。我要是出去，要是朋友了是什么？反正我也没啥朋友。就像咱们在一起，我认可我掏钱，我是。面上人，对，该花的花，该省的省。对，我个人要是不咋的都能对我。老妹儿，我跟你说，我也是不抽烟嘛。300-400都花不上，一个月抽烟钱还得300-300来块钱呢，对不对？那是。那你除了抽烟不干别的了，就300-400块钱呢？那是。就说把抽烟钱拿出去，有。不算抽烟钱，过日子300-400块钱，对我额呀，挺会过的哈，大哥。真是老奶奶钻被窝，被给爷整笑了啊！咱见过比谁有钱比谁富的，可真是没见过有人还比抠搜的。听了大爷一个月吃穿用度400不到，大妈可是又有话要说了，直言400块，大爷始终是大手大脚，自个一个月才200不到，可真是让咱看得直呼刘姥姥进大观园，大开眼界啊！这次上台相亲的合着都是省钱专家啊，亲也不相了，就隔着比谁有钱抠啊！我们家里有病之后，我们家里是2017年。得的病，他在2018年11月份就没了。完了后人，我经过亲戚给我介绍一个来的，过了1年多点。这我不常埋怨，咱也别说谁。我跟大姐也说了，说了。我还一个月给他拿了2000，拿2000这是事实。生活费我不用管，我这有社保，啥情况我都跟人介绍了。那你一个月给人拿多少钱呢？一个月啊，我这跟你不拔瞎。我那时候我说我给你拿500块钱零花钱儿，但我开支呢，我说呢，我只能多不能少。他因为我俩用啥不过呢？我这说主要的就是比方说，我跟我们的屯子谁谁谁唠嗑了，他也不知道我跟人是啥关系，他就多心啊。那他心邪，不用说那么太细。心邪，两个人性格不合。这分得很正常，一句话就包括了，也别说，也不用说那么细。这咱都这么大岁数了，那都是小事儿，我不在乎。之前咱俩弟弟，我在乎以后过日子。之前说的有啥用啊？谁因为有点故事啥的，是不是？那有点车轱辘话似的感觉。我着急，我是性格急，行不行拉倒，嘻哈哈完事儿。真是唱戏的腿抽筋，属实下不来台啊！大爷一说起自个的感情经历，直言前妻车祸去世后，又经过媒人介绍娶的一妻，大爷的脑袋里刚组织了一堆唾骂前妻词语，刚准备脱口而出解气一番呢，没想到大妈却直呼废话太多，直接说不合适就行了。这突如其来的训诫，这可是给大爷都整懵了啊！由此可见，大妈也是性格执拗的主。就我这一个人，咱待不起哈。我也没有待着习惯，这么多年就是干，也反正钱是没攒下，活没少干。从哪我俩离完婚以后，我个儿养我个儿，反正是完，我一年交6000块钱那个医疗，交19年医疗啊，医疗就是看病不花钱那种吧，一年交6000啊。那你是医疗吧？他那就属于商业保险，是吧，大姐？好像是吧。商业保险，就是、姑娘给我办的，我也不懂的。一年交6000，一年交几年的？交19年，交19年以后，这钱给返回来。我交5年了，我50交的。那你没有社保？啥也没有，
反正我就这一堆一块儿。那得是我。没啥啰嗦的，反正就是。都没啥负担。我这一年这个6000块钱，这是是点负担，反正。嗯。啊，拆迁五年。嗯，还有14年。哎，还有14年。看病啥的，住院都不花钱。那得分啥病？那100%报销？不能，得分啥病？嗯。他那属于大病保险吧？嗯。嗯。是吧，姑娘？是，商业保险吗？不就是买的？啊，有重大疾病，还有那个住院医疗。那这个吧，这个也不白交啊。嗯，你说谁保不保着，不生点病，事儿大了哈。真是土地庙里填窟窿，不妙啊！大妈对四个是扣扣搜搜，不愿意多花一分钱。但是，一见这大爷脾气和善，一张嘴就是要8万块啊！一年6000，折算下来可不小啊！大爷一听也是眉头紧缩，自个省吃俭用一年6000都不到，现在好了，人家一开口就是要棺材本啊！爸，我的。要求也并不高，咱们也不是说我也啥也没有，就一个人儿，轻手轻脚的，反正是负担就是我一个月交这6000块钱保险，是点负担。嗯呐，完了我还能干，我还能干个10年8年的，就我个儿交我都交得起。这说一句心里话，问题你不得有对象了就得那啥了吗？这对象给交呗。这些负担都得落你一个人身上，可你能不能负担得起？你能负担你就负担起，不负担你就说你不负担不起的，就嘁哩咔嚓就完事儿，是不是？你不要吞吞吐吐，有啥不好意思的？就是、这玩意儿，这都是实实在在的。这一个身上我还负担起来。真是唱戏不看剧呗，属实离谱啊！大妈直言自个的要求不高，但是再回过头来看看自个的条件，这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啊！毕竟自个住的房子都漏雨结霜，这8万块要是自个拿得出手，那肯定最先盖个房子解决燃眉之急啊！这要求跟要三金还贷款都有的一比，无非就是一个现结合后结账的问题啊！哥，这态度咋样？就这个问题上，好像有一点。那啥是小心眼儿，觉得大哥犹豫了。嗯，不大方啊。但后来好像是没相中我呗，可能是。啊，大哥后来不表态了吗？他要相中了，这点钱算啥呀？那早敞亮的了。大哥不这么说了吗？这有那个啊？大哥不这么说了吗？这不算啥。是说是说了，那是强挤出来的，并不是说的我从心里往外的我就认可你了，我就。你多钱？你不是说6000、10000我都给你掏？他没有这个感觉。我喜欢男人大大方方的，嗯，别一整挤点，两会挤点的，不挤不出油那种的。我不喜欢那样，我就硬。我刚才我也说，我个个挣钱，我个个交，我都交得起。那我别的要求没有，这点负担他扶不起，那我还找他干啥呀？这供我口饭吃，我个个也能养活，充充实实的。是不是啊？我个儿都能交得起，那就不是那事儿啊。说了吗？我要上这边来，我工作没有了，我就干啃着他，哎，那也挺难受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大哥不也说了吗？这点要求不算啥。是啊，他也说了，但是我也没说再跟他要这个那个的。嗯，也是管，就是这一个事儿呢，我那不是事儿，不是事儿，管这一个事儿行。嗯。所以那你刚开始咋不说呀？你先说呀。咱看这么亲事也是断了线的风筝，没指望了啊！大爷思索一番，好不容易答应了。大妈提的要求人家解决了，可是没想到大妈又挑起毛病来了，直言大爷回答太慢人太抠搜，咱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人家8万块都愿意说给就给，愁大妈言语中的意思，难不成还有别的要求啊？我是不可能上这来的，不来呀、啊，不来。大哥家条件多好啊！条件好是好，问题我待不住。我这条件实在和说，就是对，就说就说实的。现在就是要我上长春，你就是说30万你买个小面楼，我现在还付不起，没有那些积蓄还是一个，我这还得交社保。我这房子搁那嘎那个一半我卖不了，我能。现在也卖不成价，不好卖是吧？不好卖。你盖是花14-15万盖的，现在。能卖上，不可能能卖那些。现在呀、啊，能卖本吗？不是，现在我要卖上15万的话，那就算不错。就是上长春，我也买不起楼。不是，是不是？对，说就说实的。买不起楼，也别
说横着话，嗯，是不是？真是百货大楼卖西装，一套又一套的。按理说大妈经历过不少磨难，因为淋过雨，所以要为别人撑马伞。但是大妈是咬到了就绝对不松口，钱都要了八万还心里不满足，一边说着自个要求其实不高，这回又要大爷给人家在城里买套房，还真是让人佩服至极啊。总体来看觉得大哥咋样？叹口气啥意思？好行，还行，过日子人呗，踏踏实实的挺，挺好的。嗯，那能不能下一步沟通沟通，然后达成共识之后，有下一步发展的可能啊？不想了，不想了，嗯，为啥呢？那已经到这地步了，就哪个地步啊？这已经都表态了，就别往再往前那个啥了，不争取了，不争取。相不相中大哥？还行啊，嗯，总体来看还行，嗯，是吗？行。然后最终就差在这个地域的问题，嗯，他又不能上长春，咱又不想上这儿来。对对对对对，那就这一点挺可惜的。嗯，不留电话了，不留，不留啊。